Hello，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机器的 Podcast，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泰国灰色生意，从去年的十月开始，泰国政府对于国内的灰色生意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当时警方临检了一间叫做“精灵国际”的夜店，发现里面有大量的中国人涉嫌性交易跟贩毒行为，最后羁押了两百三十七名的嫌犯。 而此外，他们在夜店还发现了很多高级轿车跟数百万美元的现金。这起事件引起了泰国舆论的关注，警方也开始扫荡类似的犯罪活动。而在调查当中，警方捕获了许多中国籍的帮派分子，其中最知名的呢是三合会成员绰号“土豪的蔡娜”的猜纳。猜纳在曼谷、清迈、普吉岛等地区大量的开设合法的公司，去掩护他贩毒洗钱的非法生意。 还买通了大量的移民局官员，发放签证给中国移民，让他们能够入境泰国从事违法的活动。而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跑到泰国犯罪？泰国灰色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泰国的灰色生意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买房或租房，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吗？业界的房地产术语都超级复杂，你是不是也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肥羊呢？ 今天要介绍这堂线上课程《超实用买房秘籍》，是由具备多年产销经验的三五线上赏屋主持人 Ted 跟开箱过五十五豪宅的百万 YouTuber 九 man 共同授课。九 man 会从房地产小白的角度切入提问，两个人以节目对谈的方式讲述各式各样的房地产知识。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从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物件、破解买房话术、合约关键、贷款啊，还有税务的处理、验屋、交屋，甚至是装潢与风水等等。 针对租屋族也有遇到法律纠纷该如何自保的介绍，不论你是首购族、换屋族、租屋族，或者是想要投资置产，都能够在这堂课当中学到很多有帮助的资讯。懂得越多，选择就会越多。有兴趣的话呢，请点击资讯栏连接查看更多的课程资讯。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所谓的泰国灰色生意，指的是透过当地的国民担任人头或者经营公司的违法行为。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哦，主要是因为泰国的法律有规定，假如企业的外国股权超过五十 percent，就必须要申请外国人经营执照。但如果有本国人持股，就可以享受国民待遇，经营的范围也不受限制。因此，有些想要去泰国投资的人，会用一些钻漏洞的方式，假装这间公司是当地人持股的。 比如说，直接聘请当地人当人头啊，买通官员啊，甚至还有中国帮派利用贿赂的方式，直接取得泰国的公民身份或官方签证。而这些灰色生意呢，通常涉及旅游、房地产、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等。其中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的投资者，但也有不少人呢会利用灰色生意来犯罪。 根据泰国前议员邱威的说法哦，中国黑帮在泰国投资了不少的夜店、饭店、餐厅、房地产等场所，并利用这些场所进行非法活动。以刚才提到的精灵国际为例哦，他们从外表看起来只是一家夜店，但实际上呢，却是提供中国的游客性交易、赌博、吸毒等非法活动的场所。报道指出，这家夜店一个晚上的收入就可以高达四百多万台币。 而且这些灰色生意不只是用来赚钱而已，他们也常常被拿来当做是洗钱的工具，借此逃避追查。另外，也有人呢会选择大量的购买豪宅、豪车，把台面下面的黑钱转化成台面上面的合法资产。诶、欸，不过话说回来、哦、为什么这些利用灰色生意来犯罪的人有高比例都是中国人呢？其实，在泰国一直都有中国帮派的存在。那这些帮派之所以会出现，一般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在一八五零年代哦，有不少的中国人移民到了泰国，但是来到泰国之后，他们面对语言不通啊、文化不同、找不到工作等等的问题，就很容易跟彼此聚在一起从事非法的行业。第二个原因则是跟毒品有关。根据统计哦，泰国至今呢依然是亚洲最大的安非他命基地，过去泰国边境的金三角更是全球最大的毒品产地。这样的情况呢，也吸引了中国帮派的势力介入。 而且有学者指出，最近几年来呢，除了旧有的帮派势力之外，驻点在泰国的中国黑帮也有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中国政府的扫黑还有反贪污行动有关。从二零一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量的抓捕各地的黑帮成员以及涉嫌贪污的官员。那因为待在中国不安全了嘛，很多帮派分子还有非法的生意呢，就被迫转往国外。 而泰国这个国家，因为在地理位置啊，还有文化方面，都跟中国算蛮接近的，本身也有不少华人，因此就成为了许多帮派分子转移阵地的首选。好的，那除了地理位置跟文化因素之外哦，也有人指出，这些帮派分子之所以会往泰国跑，跟泰国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泰国一直以来呢，都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政治不太清明、贪腐问题严重的国家。在泰国，警察收取贿赂的状况非常常见。 根据调查，有将近一半的泰国人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内曾经向警察行贿。甚至有泰国的网友表示，只要钱有到位，不管你做什么违法的行为，警察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是在去年呢，就发生过警察把毒贩放走的事件，不但人不见了，就连原本没收的毒品也跟着不翼而飞。而且更夸张的是，接受贿赂的不只是基层在办案的警察，就连高级的官员啊，还有政治人物，也通通都可以被收买。 根据调查，泰国官员呢平均会收取二十五 percent 的回扣。例如，你只需要十万到三十万泰铢就可以贿赂移民局的官员，无条件的拿到签证。此外呢，也有报道指出很多的黑帮分子呢都跟政治人物有所联系，甚至自己的子女就是国会议员。例如，这次事件当中被逮捕的猜纳就被泰国的前议员质疑说，曾经付了三百万泰铢的政治现金给执政党，所以才能够为非作歹这么久。 所以这些泰国国内的腐败问题呢，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反而是去泰国做生意的很大诱因。因为只要有足够的钱打通关系，他们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所以很多的中国帮派在被中国政府打击之后，会选择前往泰国大量的投资，从事非法生意。诶、欸，但话说回来哦，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灰色生意，泰国的民众们当然是觉得非常的不爽。他们批评政府完全就是在纵容帮派，让泰国的治安变得越来越糟糕。 根据警方的数据，从二零一六年开始，中国黑帮的犯罪率明显增加，其中还包含了很多的盗窃啊，还有绑架案，让许多的泰国人觉得呢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很危险。此外，中国的资金大量的流入泰国，也对当地的人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的高涨。中国人在泰国开设许多的餐馆啊、酒吧、按摩店的场所，也让不少泰国人担心自己的文化遭到了外来势力的入侵。 有泰国网友就感叹，自己原本住在曼谷很有历史的街区，但现在那里呢，却到处都是中国餐厅，变得跟唐人街一样。在这些民怨之下，中国灰色资金的 hashtag 呢，也在泰国的推特上面流传了好几周。而关于中国灰色资金流入泰国的现象，中国官方也做出了回应。今年的三月一日，中国驻泰国使馆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中国一向要求中国企业跟公民遵守其他国家的法律。 那现在这些涉嫌违法的人都只是少数而已了。此外，中国官方呢也特别强调，有第三方势力一直想要拿这件事情抹黑中国，想要挑拨离间。那虽然有、哦、中国大使馆说这只是少数个案，但许多在泰国的中国人认为，灰色生意的现象确实引发了泰国的民怨，也影响了泰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这些人担心，如果政府不妥善的处理，继续让这些中国的黑帮为非作歹，那可能会进一步的引爆泰国人对于中国的仇恨。 到时候如果爆发了排华运动，自己的安全也会因此受到威胁。总之，不管是泰国人还是住在泰国的中国人，大家其实都很关心灰色生意的问题。但至于泰国政府又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就以我们截稿的时间点来看，到目前为止，泰国政府除了逮捕蔡纳的同伙以及和他有勾结的官员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更进一步的行动。有些人认为哦，以泰国现在糟糕的政治环境，即使政府大举的扫荡，也只是形式作秀而已。 例如，去年泰国警方呢曾经表示要消灭灰色生意，结果扫荡行动只持续了两个月，警方最后还宣布没有发现任何的官员与灰色生意有勾结的证据。所以有一派的人觉得，只要军方呢跟保皇党支持者仍然掌握权力，泰国的腐败问题就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也有另外一派的观点是哦，泰国的改革或许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积极。 因为根据目前的民调，泰国主张民主改革的在野党有很大的几率会在五月七日的选举当中拿下总理大位跟高达七成的国会席次。因此，有些泰国的网友认为，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乐观哦，但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成功的上任，泰国很可能将迎来真正的改变。节目的最后，也想要来聊聊我们制作自己的想法。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两个很矛盾的想法。 一方面，我们觉得泰国人很可怜哦，遭到中国非法资金的入侵，除了治安恶化之外呢，生活的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会有现在这种状况，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毕竟不少的泰国人都有提到，自己经常会透过贿赂警察或者是官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腐败的社会环境，或许正是灰色生意泛滥的关键原因。不过从部分泰国人的角度来看哦，他们自己其实也觉得蛮无奈的。 有泰国网友表示，整个泰国从军人、警察到政府的官员都有贪腐的问题，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对于有在做生意的人来说呢，像是营业执照啊、建筑许可证这种必要文件，不多花点钱打通层层的关系，根本就拿不到。再加上一般民众，就算不是有求于政府，也常常会被警察呢以各种形式敲诈，不乖乖付钱就可能会遭到逮捕。 那如果今天是台湾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很直觉地利用选举啊，或者抗议示威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看回泰国的状况，好像又不太一样。有人就提到说，泰国作为东南亚政变最频繁的国家，选举不一定是可行的方案，因为不管选出来的人是谁，当选者都有可能遭到军事政变。而至于抗争活动，其实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泰国确实有出现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也造成了许多的激烈冲突，但最后军政府并没有太大的让步。 因此，有些泰国人觉得这些内部的腐败问题呢，实在难以改变。想要住在这个国家，就只能够选择接受，甚至把它当做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些选举啊、政变、抗争，都是泰国人争取正常生活的一个过程。那虽然目前没有成功，但仍然会在许多人的心中种下种子，将来还是有机会积累成一股能够真正改变的力量。是在自己的最后呢，我们也祝福他们哦，希望泰国人能够早日拥有清明的政治环境。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泰国灰色生意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下最中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一集泰国灰色生意，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播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讲这,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